这就是你的世界啊。怎么讲是我的世界啦？今仔若不是因为你，遐个人连我姓啥、叫什么名，根本就无兴趣知影。别再分什么你跟我啊！我希望你以后永远会留在我的身躯边。我知影我安尼讲真大面生，我嘛想袂到咱会行到这步。啊，不过我愈接近你，愈熟悉你，我就愈介意你啊。我从来唔捌对其他的查甫人有一种的感觉。只是一个小小意思尔，我根本无迄个资格，我无身份也无背景，我是免破你的气啦。你敢知影你安尼讲，我条路足艰苦的。你有勇气去救别人？有勇气去动这么困难的手术，你是安怎无勇气去接受我对你的感情？到底是安怎？敢讲是我无够好？你的条件比谁拢较好，会当在社会查甫人。一个世界上该幸福、上该好运的查甫人，然后我希望迄个查甫人就是你。你是安怎无爱回答我？你若是讨厌我，无想要跟我斗阵，我以后绝对袂阁跟你过过阵。我是真正捌想过要跟你做伙，这段时间看到你对我的好。对我的真心，我若无好好甲你珍惜，真正许有雷公拍死。啊，不过我。
是啊，喏，昨昏代志，敢讲你后悔？我不是要替着你讲歹势，因为我一点仔拢无后悔。敢知影？虽然昨暗我啉真济酒，啊，不过今仔日我醒过来时阵，感觉特别好。 可能是因为会当甲心爱的人做伙起床。早安。早安。 我昨下美丽丽走去倒去啊，真正是冲昏头去。不管安怎，我拢无应该对不起佳文。即摆发生种代志，一定会伤着妍希的。也毋过，我若甲佳文的代志讲出来，之前所有的辛苦甲拍拼，就拢乌有去啊。我应该安怎做才对？我哪会这么糊涂？